战局峰回路转，实力派唱将陈崇光突飞猛进。希望你搁再甲我比一次，我永远相信，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情。在台上台风非常稳，也唱得非常好，好，这分数一定不会太低。卫冕者黄品荣如坐针毡。一条条无心的无情的歌，凭阮用感情来看破，为何心破碎的人都不再受伤。有代表用心的用情的歌，用目屎歌声来唱出感动的演别人，且唱出心声。你太小心了吧，比较难引人入胜。你们今天赢几分？敢猜？八九八十九。周六晚上8点，收看《民视》，明日之星 Superstar。